窗为什么存在？是为了迎接幸福而存在，是为了默默陪伴而存在，是为了可以做梦，面对未知，再次前进而存在。这里是家的核心，是心灵的栖息地，是能包容一切的空间，是今天精彩的句点，也是你明天精彩的起点。席梦思，支持你的每一种精彩。 Simmons 席梦思。